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月，欢迎回到《新肉骨物语》。今天是24号，是我们的花舞节哦。先来看一下电视吧，讲料女皇。我们来学一个新的菜色，应该是萝卜沙拉的意思啊，这翻译都怪怪的。今天幸运不会站在你这边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哦，明天全天有雨哎，我们又少浇了一天水啊。我们明天期待明天。今天的下雨天，哇哦！我们花椰菜也收成了。我在杂志上看到这个食谱，应该挺不错的，你就照着做吧。谢恩，哦，各位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跟他的感情度是3颗星，讲讲，跟汤姆是一样的哦。大概2颗星的时候就会有个剧情，然后之后就会给你一些，如果你在继续上升的话，就会给你食谱。对，有些料理的食谱是要需要透过跟村民的好感度上升，然后才会给你的哦。莱纳斯有2颗星，那潘尼也是2颗星的，对。可是因为我不小心触发到他的剧情了。所以，在我私下玩的时候出发的啦，没有录到那个过程。应该说我没办法直接实际的去触发给大家看，那我之后会补上去，搞不好就是在这一集的片尾会附上哦。那海莉呢，3颗星，还不错吧，还不错，因为我们有接到她的一个任务啦，然后刚好又因为她生日，然后有送她礼物，所以就会有加爱心比较多、哦。目前为止我们都是1颗星。那塞巴斯丁是因为我们接到他的那个任务，宅男的任务，他要一只体育嘛，就很幸运的给他了，就有1颗星。基本上其他就没有喽。那我们今天是花舞节，所以我们等一下9点到下午2点之前这段期间，我们要去南方森林，就会触发，就是直接过场动画了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就是参加花舞节，然后还有触发谢恩的2星剧情。我们来看一下花舞节之前能不能跟大家4颗星哈，因为有4颗星才可以跳舞。可是我没有半个人是4颗星啊，搞不好我等一下就要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站在旁边了，我可不想。没办法，因为没有很幸运的接到什么任务啊，或者是刚好。他们有最爱的东西在我身上，也没有，没关系，反正第一年没有跳到舞的话，我们还有2、3、4年嘛，往后还是有时间的。那这期间我私底下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我们的等级都有上升哦，你看连钓鱼都有3颗星了。矿坑我目前是下探到55层，很多了吧？现在是55层哦，不错不错，我自己都很满意。速度蛮快的啦。那我们打造部分就会跟着我们那些能力值上升，棒棒。那我们还有可以，就是我有把这个我们的十字镐升级成铜制十字镐，5个铜矿加上2000块，然后拿去找铁匠克林特，然后就可以帮你升级喽。那升级的话，大概从你给他到你可以拿，大概要2天的时间，就是比如说。今天24号，那你可能就是过个2天，25、26、27差不多可以去拿，26、27就可以去看一下了啦。可是应该是27号就可以拿得到了，对啊，最慢啊，2到3天嘛，对啊。那升级之后真的挖得很快，大概原本用我们的铁镐的话，一般的十字镐挖的话，大概敲到50层就可能要敲3到4下才会把那个石头敲掉。那铜制的话，2下就搞定了，因为敲一下其实就会耗2个体力值。那你敲越多下，当然你体力耗越快，你就要一直吃东西，超麻烦的。然后我们博物馆其实也给了蛮多东西的，还有我们这个小精灵的社区，我们也有给了很多。不是食物柜应该是没有了，工艺品的部分，我靠着那个树艺仔采集器啊，把这个3种树艺都收集到了，我们就只差一个。然后这个木头石头就是给他嘛，
给吧给吧。那这两个东西就是冬根跟水晶果，其实它是冬季采集的哦。那我为什么我可以拥有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打怪掉的，没有错，在50层的时候就可以打得到咯。嗯，有机会可以掉。那秋天采集没有鱼缸，这个翻车鱼是我在那个山姆家前面，对，山姆家前面钓到的哦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然后鬼鱼的话是在矿坑里面，矿坑大概每20层20层就会出现一个湖，那会依照你，虽然颜色会不一样啦，可是钓到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哦，可以钓到这个鬼鱼，鬼鱼就是在矿坑里面钓到的。那河豚不用说，应该是海边或湖边。然后鲨鱼这个话应该就是在沙漠才可以钓得到的哦。嗯，这只我目前都没看到，可是好像是在那个矿坑前面的湖啦。对，如果大家对钓鱼非常有兴趣的，可以去看一下维基，对，它的官方给的。那这些都是夜间垂钓，有些是夏天，然后特定时间才会出来的哦。那鱼缸目前就这样，锅炉房我完成两项了，江江，大家看不到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就看不到内容物了。基本上这是什么啊？收集那个矿石的，就是像石英啊那些地精啊，用捡得到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打怪。那我之前有给一个史莱姆球99个，那我没有给，因为太多了。然后我有钓那个蝙蝠翅膀10个，我也给了哦。那之后有个太阳精华跟虚空精华，太阳精华在55层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鬼魂，对，鬼魂，大家应该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就是一个飘啊飘，就飘飘这样跑出来，然后你打它打死，然后有机会会掉。那我们只剩金矿的部分，就可以把锅炉房完成喽。金矿大概要60-70吧。那我们新开的这个金库，就是新开了一本书。金库就是上缴国库啊，缴纳税金啊，有没有？这等我们之后有钱再处理啦。布告栏的部分，我们目前还没有给太多东西。那这都是捡得到的矿坑，什么海蓝宝石，对不起，海蓝宝石这是捡打得到的，然后也挖得到的。那还有海胆，那个海滩捡一下就有了。那这些都是要种果树啊，然后这也是树鱼采集机拿到的，这个都是钓鱼，然后跟矿坑。好，目前社区中心就是到介绍到这边哦，那我们赶快收成一下我们的东西吧。其实我们已经快要接近月底了，就不会想要去买新的种子了，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。我们把稍微跟我收一下吧，我们就靠最后几个收成就好了。啊，只有一个金星欸，真可惜。我原本想要啊，放错，我原本想要凑5个的，太可惜了。算了，那我们把这个花椰菜留2个啊。大家有看到这个吗？石鱼，这个石鱼也是在那个矿坑的那个湖泊里面钓到的哦，跟那个鬼鱼是一样的地方，对，有几率会钓得到。棒棒，收获满满的。那这些矿物，这个可以拿去砸，然后这个我想要去缴纳一下博物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最后我们来浇个水吧。然后浇个水。我们最后就收成就是这个豌豆跟这个草莓了，其他的我就不种了，太浪费时间了，就浪费钱，把它卖掉。因为我们快要接近28号了，那28号之后隔天就是夏天来咯。那夏天的话，那这些农地啊，其实就是会重置啊，然后一些作物都会枯萎掉。所以我没有想要再种新的，因为也来不及的话，我就不要种了。买，然后我们留一个给那个乔迪。对，其他的部分没有了。好，来吧，跑掉了，
我想要摸摸的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摸摸，看家，你要好好看家哦。哎、欸，不是要浇水。我看一下我们的树叶采集有没有新的，没有。好，我们九点再前往光武节吧。哎、欸，我应该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再送送他才对。花。我们应该是来不及跟阿比盖尔了，跟塞巴斯丁都来不及了。我们海莉拼一下吧，海莉应该还可以再送一次，对，送一次。走走走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哎，这边还有哎，捡捡捡捡捡捡。哎，还有还有还有。噔噔噔噔。等一下、哦，我突然想到，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锅炉房这个金块给他。我有一个金块哦，就是我砸那个金洞的时候砸到的，一次就五个。我们就马上回来把它烧成金棒，我们等一下也拿过去交付一下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完成礼包的时候最后会得到什么奖励。记得他是住在下面。我们来拼拼看吧，应该要等九点。对，花舞节已经开始了。哎，锁住了，完全不行啊！你们那么早就过去了？哎呀，这么早就过去了，对你们太失望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出来？快把我们的锅炉房完成吧，我们来修复给大家看。哎呀，来吧，给你。OK， 我们完成了，给我奖励熔炉。好，哦，好多小苹果，小苹果，小苹果。我们是住泥魔森林的守护者，好多只哦！哦，修好了，各位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棒棒的！哇哦，啊，这就是我说的金库哦，缴钱的地方，目前没钱，因为我们要存一点钱啊，夏天要买种子啊，夏天种子都特别贵。我真心不骗，特别贵，真的真的真的很贵，所以我要多有点钱哦。那我们赶快前往南方森林吧。其实南方森林这样讲大家不太知道在哪里，就是你只要往你的农场下方走，过场就会到了，或是从这个村子这边走过去就到了。对，马上进入。好，我们来参加吧。看到了吗？我们瞬间传送，我们来到花舞节会场，棒棒！来吧来吧，虽然说我们今年是单身啊，没有人跟我们跳舞，但来就不得死，我们就看着别人跳吧。然后这边也会卖一些特别东西，就是奸商又来卖东西了。哦，稀有稻草人很贵耶，不过我们之后都有钱再来买，好不好？今年都先不买，不消费。这个配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啦，在打造的地方可以自己做。哦，我饱了。你尝过红果冻没？没有。克林特，艾米丽会不会愿意跟我跳舞呢？其实克林特哦，单恋艾米丽，他单恋她。小孩子，你们不要吵啦。希望皮埃尔能和家人一起共度时光。没办法，你老公视钱如命啊，你看到哪里都摆摊。然后他是艾利欧特，什么事邀请艾利欧特做你舞伴？来，我来尝试被拒绝一下哦。抱歉啊，今天不是时候，
看到没有？因为我们跟他没有爱心。什么事？邀请莉亚做你的舞伴。我就直说我不想跟你跳舞。你看，马上打枪。今天你会跳舞吗？不会。春季舞会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丰饶仪式。嘿，这种事情你应该清楚才对。我就不知道怎么样。啊，有这些花，空气也变得甜美了。罗宾，先沾沾上好的酱料啊。嗯哼，你就继续吃东西吧。这绿色好辣，好辣，你还吃？潘姆，这才是生活啊，是吧，小子？香醇的红酒，他是一个酒鬼，酒鬼大神。威力，我真该把鱼竿钓带过来的，我也觉得哦。属于青蛙季节就要到，应该是说夏天是吧？什么事？邀请山姆做你舞伴？我不知道，不如明年吧。你看，明年来什么事？塞巴斯丁？不，我想跟别人跳舞。走开啦。那你呢？我最讨厌在别人面前跳舞了，好尴尬，很尴尬、哦。什么事？邀请阿比盖尔？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只能说对不起了。啊，虽然你是玩具啊。这些花卉我弄了一个星期，喜欢吗？喜欢啊，漂亮啊，漂亮。乔治，花我基本上看不到，外面太亮，你眼瞎了吧你？嗨，海莉，我正在练习舞姿，必须要完美才行。什么事？邀请你做我的舞伴哦。不，你看，三颗星也是会被打枪的。这个一定也是。算了，我去找找别人问问。祝你好运。你看，他都不想跟我跳舞了。玛尼今天好可爱，你喜欢玛尼啊？哎，空气中满是爱情的酸臭味，我却决然一生。帮我邀请你跳舞啊！你好啊，你愿意跟我闲聊几句，真是太好心了。春天快结束了，可惜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夏天呢、欸？哈维一定不行啊，然后他也不行，潘尼一定不行的，因为你看都还不够。马鲁也不行，一颗星的，受宠若惊的。好啦，我们赶快让这个该死的舞会进行吧。我们只能期待明年啦、啊。开始，烂透了。我们今年好可怜哦。看到了吗？我在左上角，孤单。哦，开始了。好可爱哦！怎么男生都没什么动作？哦，哎，没了，哎，没了，真的没了，真有意思，该回家。哪里有意思啊？我们根本没跳舞啊！现在活动结束就10点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完全就是消耗时间的那个活动，每次节日都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趁晚上去触发那个谢恩的恶心剧情吧。他的剧情要在晚上的时候进入那个南方森林，就是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吧，走喽！哎，出发了。已经很晚了哈，对啊，你也知道很晚了。给，来杯凉的，谢谢。阿里嘎多。哎，我为什么要拿着发呆啊？哎，生活啊，哎，你干嘛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失败。就好像你陷入痛苦的深渊，无法自拔。看不到一点光芒。喂、欸，你怎么那么悲观啊？感觉不管我多努力，我都无法强大到从哪个洞爬出来。你还好吗？感觉你哦，哇哦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我们是喝什么东西啊？喝得挺快，是个我欣赏的汉子。不过别上瘾了，你还有大好年华。哎，你是老很多岁是吗？你是比我老很多岁是不是？所以你给我喝的是酒喽？哎，我的肝已经给我发警报了。那么晚安了，
回头见，我就可以。好哦，好，加呢，加呢。哇哦，这什么啊？这是速度前一，我们是喝醉了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喝醉了。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。好笑，我们竟然陪他在那边喝酒，而且真的速度减慢哎，好过分哦！来，我们来耗一下我们体力哦。快，11点多了，把这些速度砍一砍吧，不要浪费。不要浪费我们体力，回收资源时间。好，已经很晚了，我知道哦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消耗一些体力啊，不然太浪费了，直接这样睡。OK， 到这个啊，还不可以敲，大概要铁制的吧。来吧来吧，这边还有12点半，好，我们一点去睡觉，再砍一些树吧。我们之后建造那个房，就是工具啊或者什么的，也是需要蛮多大量的木材跟石头，所以多少还是多收集一点吧，刚好一点。那我们就来去睡觉。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东西。好。哦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是我们的小苹果在帮我们修复我们的矿车。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，其实那个锅炉房，就是它下面会有一个最终的目标，就是修复矿车。那矿车可以干嘛？就是带着我们到处爬爬照哦。那我们今天来在最后的时候放上我们跟潘妮老师的恶心剧情吧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